仿西式建筑里，感觉就像在国外。但其实啊，它是高雄的旗山生活文化园区，而它的前身还是一所国小呢。重回校园，重温学生时期的回忆。这次商城买到后，来到高雄旗山，就要来一趟学生时代美食之旅。而我旗山的朋友呢，给我们开出了这样的美食清单，还有丰富的伴手礼哦。让我们一一去朝圣吧 ，Go！利落拌面摆上猪肉片，旗山商圈巷子里的勾扎梨麻酱面，再切一些小菜，这一桌就是许多旗山人的活力早餐哦，好吃到我连汤都喝光光了。如果想吃点别的，还有这一家。熊腾腾的馒头分量够大又营养，还有现做现蒸的葱花花卷更是店里招牌，是学生必点的美食之一。等到放学了，大伙揪一揪，还要去吃冰。我要一个香蕉圣代。好。冰淇淋上摆满一片片新鲜香蕉，再撒上蛋卷酥和饼干，夏天来一杯香蕉圣代，超对味。我们店的话，在地跟观光客都还蛮多消费者喜爱的。对，那我们也为了回馈消费者的喜爱，也推出一系列在地香蕉特色的伴手礼，希望能让喜欢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带着满满的回忆回去。哦，那我们可以去看看吗 ？OK， 没问题。先在机器中把酥皮原料打匀，再包进结合了香蕉和凤梨的内馅，压入模具后送进烤箱。一个个立体图形的香蕉旺来酥完成啦，卡哇伊的造型好特别哦。老冰店成功转型推出经典伴手礼，但其实也经历过一番碰撞。我们从第二代开始就已经着手从其实经营者就想要我从家族企业转型做企业家族，因为毕竟勾扎人生较济吼，我都讲我要亲家囡仔寄过来，但是慢慢的不可能说每个人都生那么多小孩啊，所以毕竟势必说我有一些专业人才、专业经理人的这种方式。企业化经营，店里也跟上潮流，所有伴手礼都可以宅配到家，只要单子填一填，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当学生的时候啊，最期待的就是同乐会了，因为同乐会有好吃的点心，又有蛋糕。而在高雄旗山，说到蛋糕就要吃这一家。你好，这是我们的招牌香蕉蛋糕。店里人潮不断，原来大家指定的就是这款香蕉蛋糕。据说一到周末假日，至少卖出500盒以上呢。会这么受欢迎，不是没有原因哦。新鲜的鸡蛋，使用传统工法，不加任何防腐剂。蛋糕里很单纯的就是放入新鲜香蕉、面粉、糖等等成分。除了机器帮忙搅拌打发，其他工作几乎由执行长亲自动手。坚持品质啊。就是卖完为止，那意思是说我制作多少卖出多少，你不要说拿到台北两三个小时啊，然后那个品质变了或是不新鲜了。坚持品质，卖出好口碑。我们一边聊一边烤香蕉蛋糕出炉咯，现场马上试吃，也算是主持人的小确幸啦。迫不及待了，看一下香蕉蛋糕。就是这味道，很纯粹的香蕉的香味，绵密对，然后不会有那种人工香精的味道，而且它那个口感非常的扎实，很绵密。赞！我吃的是大模的香蕉蛋糕，另外还有比较松软的小型黄金蕉，放进设计感的包装盒，看起来就像一篮篮的香蕉，紧促里成为旗山人气伴手礼之一。高雄旗山美食好吃又好买，但是我这样一个人逛了一天，好孤单哦。决定了，下一次的同学会呢，我们就约在高雄旗山，大家一起来玩。马上来打电话。民视新闻陈喜菊、廖真怡，高雄采访报道。